照你的所在。这里什么东西都像是蒙了一层灰。亲爱的兄弟姐妹，空气里有烟草的味道，有什么在蠢蠢欲动的味道？山民们向大坑口下跪，所有人都直直看那黑色的大口。这里是往藤原村的树林里，果不其然，下午总是烟雾弥漫。树林向下，他只能向下走。藤原村的烟味和雾的气味混合成白雾，飘进苏林的鼻孔。苏林持续向下，那个味道也随着脑皮层的回忆向下。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，阿门。请保佑我们苏林城记忆。特有的香烟味道在母亲拨弄玫瑰珠的手指飘散。今日吼，感谢大家帮忙甲支持，予咱平安叫会当团圆。吼，今日我阿权甲大家回礼，甲大家交代。哦，青鸟庙头前准时办得出彩，我这是听到咱的意思啦。啊，你要许愿要拿出对神明的诚意啊。我没暂停。啊，这就是为什么有很多人的愿望不会实现，他们跟你一样没有决心呐。哎，好好好，那你的决心是什么嘛？喂，我的鞋。三神他最喜欢认真的小孩了哦，这个爸爸会帮你处理好。你到这段时间，好好的当三神的小孩，好好的跟爸爸一起侍奉三神。哦，我会陪你啊，不用担心哦。你是不是愿望成真了才听不进我说的话？你知道许愿是会上瘾的，你开始变得跟那些人都一样了。我跟他们才不一样，我是说我相信我爸嘛。你别以为是你爸就不会伤害你。没有人跟你说过别人的好意应该要接受下来。我们给你的东西你怎么都不收？你们到底要干嘛啦？我们在等你啊，等我。我一定在看你。各位亲爱的父老乡亲、兄弟姐妹，咱基安三姐要赢来咱上重要的代志。地主所款，请求成山尊人开始。金童，今日就要重返天庭，甲咱的尊人做伙，保庇咱天魂村更加欢迎兴盛。三生波游，三生波游。那是苏林看过最诡异的场景，一瞬间仿佛所有人都变了形。上瘾的，一开始的愿望只需要付出一点点。我给了山神小兔子拔牙，他给我100分的考卷。天魂村，你再出一代。我继续给我的皮鞋，我的头发，我的血。再来是我妈妈。头滚落到大坑里。他们看向山神的头，他们看向苏毅，爬向前去，他们要去苏毅那里。没有人再管苏林了，他们要回到山神身边。你我大哥，既然敢对神明做出这款代志，张头，你既然敢张神明的头，你需要付出代价，用你的血吧，来消还下罪。我希望你永远没有办法忘记我，未来想做的事情都会实现。一切都会如你所愿。因为我让金童走去，你到现在还在生气。你说啊，林香，别搞！你也醒来了。